要颁发的是设备维护标兵，他们坚守事事超支在我的理念，一切以工作为重心，积极进取，不断学习，主动维护设备，节能降耗。有请螺旋车间庞永兴、焊接精加工车间孙庆炎、韩斌上台领奖。他们获得的是价值500元的多功能破壁料理机以及价值300元的华生茶吧机各一台。有请设备动力部部长江瑞山先生上台为他们颁奖，掌声有请。